好的，谢谢。对，刘备，吃瓜，给糖，给土鸡了。嗯，对。我是大鸡腿的。好的呀，大鸡腿。好的。我是刘备。我叫什么？古豆。古豆真好吃。我还叫古豆。古豆得到了霸总的高度好评。嗯，真古豆好吃呀。嗯，上面肉肉，你吃瓜。妈妈，这丝瓜是要逼死强迫症吗？手忙脚乱，不知道吃啥好。你讲讲。拿着腿。我是大鸡腿。糖妈妈，嗯，不知道。妹妹好想吃呀。这是糖妈妈。嗯，可以再想要一个吗？不吃。妹妹好想吃呀。这个。嗯。哦，谢谢爸爸。我干啥，妈妈？要不要？那，我也要。来干杯。你喝死了吧？最后一颗。你吃。吃鱼糖吧。嗯。好吃的吧？嗯。依依不舍，下了肚。最后垃圾餐具主动收到盘里。这是妈妈，我大吃。